这大中午下地收菜就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觉得你确实得锻炼锻炼。对，每次来都告诉锻炼，每年过来军训来的，我说你。不知道那些动物还在不在？还会是那些吗？不知道，也没准他们就拍完一期就给吃了。给吃了，你这太可怕了。哇，满眼绿。 OK, stop here。 带儿子来参加节目的最大的好处是有人给地包。小桥流水人家。我现在环视四周，我在想我下午有可能会要干什么活。想要去打扫的走。哇、哦、亲爱的朋友们、哦、我们来相会。哇，我的丹丹啊，我的巴图啊。哇哇，这是郑钧哥，认识。嗯，这狼哥，狼哥好。妹妹，你好，宝贝儿，我来吧。你好，那是许光汉，那是欧阳娜娜。丹丹姐，你好，宝贝儿。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呀？老年人就是这样，就怕晚。拍戏永远跟场工一起到。我亲爱的姐姐呀，亲爱的弟弟呀，很想你们了。哎呀妈呀，你去干活去吧，不寒暄了，我直接就去干活去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巴图真的一口水都没喝上就来干活。我来了，我跟黄老师拥抱了一下就来了，就开始干活，纯粹打工来的。我们参加的是向往的生活，巴图参加的可是变形记啊。是就开始扫这条街是吗？对，往那边扫。两个妹妹在这一段，我们从这里往那边扫。对对对对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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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我们是一个非常不阴凉的那个管辖区域嘛。我们管太阳底下。哇哇塞，把阴凉的留给妹妹们。人生啊，哎，来吧，哎，我感觉我每年过来是来军训的，真的晒这个风，这一段。穿白衣服都干活的，穿黑衣服的都坐着歇着。郑钧，你哪年的？我六七的。哎呦，他比你还大一岁呢。对，我比他大一岁。哇，但他你真显年轻哎。哎，不是你显得成熟。这接狼哥接不了。狼哥，狼里根狼。但你真的，他真显年轻，锻炼了锻炼。啊、哦，他起来刚才那是打坐。啊、哦，哎，我看看啊、哦，你看你那，你这样可以，你可以把这个脚后跟顶在这儿，对你右脚这脚后跟顶在这儿，会阴的地方，然后这脚。哦，对，我先这样试试打坐哈。我老听人家说打坐，打坐特别好，是吧？为什么开始呢？原来我，神经衰弱，睡不好觉，然后有点焦虑。后来打坐之后啥毛病都没有，什么时候随时睡。哦，他太厉害了，他是六七年，六七年的，他已经五十，他比你大几岁啊？他比我大七岁啊。这是我大哥江湖上。丹姐是说啥都能接得上，是吧？比你大几岁，大七岁，不就都不在想的。说的非常自信。主要是大丹姐一算，60到67，差七岁，差七岁，差七岁。
咱们这几个五十的讨论养生的事儿。我还不到五十啊，不跟你们聊这些没有意思的事儿，我去造去了。你这个村里的年轻人，我早晨还是保持一定配速的奔跑。可以可以，显示出年轻的体质。中年危机，中年危机为什么跑？就是中年危机。对，就怕老。对对，因为孩子太小了。就真的，我那天还想了，说出去参加个什么体育活动，跑个步，打个篮球，你都没劲儿，你都跑都跑不动。你别看你比我小十几啊，我比你小十一。你比我小十一岁，但是你过的是我儿子，咱俩等于不同代。因为我的孙子两岁半。妈，你让孩子，对，你这么说就对了。孩子，大姐，我是你家老幺。不管怎么样，那我能叫声哥吗？可以。他辈分必须在黄老师前面。大哥，哥哥们，我们敬一下妈咪吧。当然，妈咪。哎，大哥，兄弟们。突然就妈，你说的对。回来了，我们回来喽！哎，辛苦你们了，辛苦了。哦，哥，你喝吗？刚喝了一个，喝了一个啥？特仑苏，香醇浓郁。冰的超好喝。哎呀，不能吃了，不能要了这个，你确定吗？不能要了，那这扔了，这扔了，扔了，确定啊？这我看，这我看，烂了，这里面都烂了，齁甜。一边说不能要了，一边大哥你尝一口，这你就可以这么咬咬就扔了。不是说不能要了吗？哇，这妈妈说如果我中毒了，儿子必须跟着我一起。要是你忘了，你忘了上一季你哇哇吐的时候了。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吃了？就是它里面已经烂了，其实它已经都有那个。对对对对，黄老师也这么说的。这不能要了。但我们小时候吃的全是坏的。对对对，买的烂梨。对，一毛钱一撮，也长大了。对，是不是也挺健康，也会生儿子。嗨，生的还挺好。生的还挺好，白白胖胖。智力有点问题。除了智力有点问题，看着没什么太大毛病。跟这菠萝似的。跟这菠萝里边芯儿是坏的。那不也是捧在手里了好几口。这不能要了。芯儿不要。是这意思吗？要这是不要了。芯不要了，这不要了，对。哎呦，这芯儿给我。太硬了，撒吧一下是吗？刚干着吃了。嗯。太甜了，丹姐是真会过日子，真省，啥都不能扔，芯儿别扔，我吃。你简直是跟垃圾桶抢活，你把垃圾桶收了吧。让妈站着。说妈，你把垃圾桶吃了吧。啊，笑死了。嗯，好。嗯。哎呦，我嘿呦，丹丹。我的丹丹。没进牌吧？没进。怎么呀？怎么了？一代表演艺术家端着个菠萝，说着话流着哈喇子，还险些掉在盘里。哎，巴图，哎，你先帮我干点这事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双皮奶，帮我拿拿。干嘛？给他们先吃点零食去。哦，嗨，这些都能吃吗？对。我弄了点特仑苏牛奶做的特仑苏美食。哇，你太厉害了吧。哇，炸的，然后这个对妈妈自己做的双皮奶，
天哪，好厉害呀、啊，黄老师！太专业了。我觉得黄老师你都可以出一个特伦苏的美食菜谱。冰普洱加特伦斯，炸鲜奶。对，巨好吃，就我吃过最好吃的姜汁撞奶。黄老师用特伦苏做的奶粥好酷哦，叫泡鲁达。哇，有冰沙。有冰棍、哦，干杯！干冰，快把小姑娘们都叫出来吧。来了，太香了。嗯，一人来一个。哇，好吃吗？嗯嗯，快点。嗯。好吃的。嗯，你干什么？好像你刚好像是嗯，尝了一口，嗯，好吃的。小杜，小杜在哪？